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带来这一个奥特曼正义降临。好，今天咱们选的这个是欧布宝岩，然后对战的这个怪兽是属于一个飞禽魔兽，然后因为它一翅膀一甩就能甩出龙卷风出来，这有点太嚣张了，是吧？看我的佛山无影脚。我要把它堵在这里，不给它出去。好，这一下可以把你逮到中间搞一下了，是吧？这样还没死，这家伙也太厉害了，比那个雷德王什么的厉害多了，我感觉，是吧？雷德王没他这么扛的。然后咱们换这个欧布城邦上场，因为刚刚咱们的欧布宝岩已经给他打的已经残血了，是吧？小样再来样，打得我累死了，是吧？领主摩格古兰特王，哇，这些家伙这个名字真的好古怪，是吧？摩格古兰特王，不是。组织龙骨，看看他的身上这个防御力，哇！哎，小样，看哈，你还是蛮好打的，其实是吧？咱们还是用这个爆炎打的话，伤害要大一点。再说咱们这是带一个皮肤，它的攻击力有加成的。哇，这欧布奥特曼以前好像是跳街舞的，是吧？我去，太帅了这个！哇，他的格挡技巧还是蛮厉害的。哇，防御罩、金钟罩、铁布衫，这家伙，他现在在爆发当中。啊，咱们要躲一下，是吧？不跟他正面硬扛，等他爆发过后了，咱们跟他硬扛。现在跟他打的话，咱们吃亏。看一看，哇，这家伙的防御力太惊人了。我要看咱们的欧布给他打成啥样了，是吧？还没打死，还要跑扛爆了。佛山无影脚，哇，我这个很不妙，对啊。漂亮，小李在嚣张，哇，他的这个血量可真多，是吧？咱们再挑他一下，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。喜欢咱们的小伙伴，记得点击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